我是乔小轩，我今天头不是我第一天上班，以后呢还请您多指教了。哇，你进错房间了吧？公司禁止大声喧哗。你就是我新来的助理吧？你没事吧？你今天出门脑袋又被门夹了？不夹怎么能这么巧呢？不是真的。行了，别说别说了，先履行下你的助理职责。行了，别看了，是我。去帮我倒杯咖啡。哦，你好意思让我给你倒咖啡吗？只加奶，不放糖。公司咖啡都藏起来，还有那个奶都藏起来，谁问也别给啊！哎，哎哎，陈小姐，陈小姐，我想请您谈谈，海虾漏。面对如此大的考验，爸爸又不在，只剩下我跟蛋壳。如果不能度过这次难关，我们将失去爸爸留给我们的一切。 CEA 是爸爸毕生的心血，是爸爸留给我们的希望。绝对不能让他从我们手中消失，绝对不能。我说你能不能淡定一点啊？佳佳姐，董事们都到齐了，就差您了，还有你朱总。十多个客户都与我们终止了合同，上百亿的合同啊！今天港股开盘到现在，公司的股价暴跌了24%，而在国内市场早一早就已经跌停了。当地政府冻结了我们在峡湾项目的资产，这占我们公司总资产一半。当初投资的时候，董事长是怎么想的？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人出来扛一下，必须要有人出来负责，要不我们大家都完蛋。当初做决策的是我们董事长，现在人走了，他再要怎么样，他身为董事长遇到这个事情也会要引咎辞职了。怎么样，谈出结果了吗？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告诉过这样一句话，勇于挑战，全世界都会在你面前屈服。他教会我这样面对生活中所有的困难，他也把这句话当作公司的座右铭。现在正是我们印证这句话的最佳时机。我明白公司目前的困境，我也相信我们有能力摆脱。现在我们应该尽快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回应事故，以稳定中小股东的情绪。还有，我希望各位能够帮我申请到短期贷款，填补资金空缺，为生存争取时间。你还想从银行借钱？银行已经找上门来讨债了。
我想请教一下，你如何让我弥补这个资金缺口？陈小姐，你以为一个发布会就能扭转局势吗？谁都知道，这个烂摊子没法收拾。你这样做只会加重股东们对我们不信任。陈小姐，你真的懂经营吗？我的印象当中，你只懂画画吧？你再说一遍。诸位诸位，请坐请坐，诸位请坐。陈小姐、朱小姐，是我们40%的大股东，他们做出的决定，我会力挺。陈小姐、朱小姐，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公司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理应是你们二位继承人站出来的时候，给我们员工一个方向，给股东一份信心。我想这次新闻发布会就由你们来主持吧。这次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必须有一个人要出面。那肯定是你啦，因为你长得比我好看。别开玩笑了，我马上要代表公司去和当地政府谈赔偿的问题，所以这里只能交给你了。我可没搞过什么新闻发布会，再说我能发布什么呀？我已经叫人帮你准备了演讲稿，你到时候照着念就行了。你真不管我了。这次我们只能分头行动了。随便吧，你想好了就行。请您看一下发言稿第5页，请问 CEA 公司对这次事故的那个……你看这套满意吗？不满意。你看一下这件怎么样啊？这件也还不错啊。不满意。这一件呢？这件也可以。哎，你们能不能不烦我了？朱总，这是几家临时大会的。我觉得它就像一朵马上就要盛开的玫瑰，是吧？当然了，是我这种巧夺天工的手艺赋予它这个年轻的生命。而下一个步骤呢，叫做燃烧玫瑰。燃烧玫瑰？你怎么点火了？哎，别紧张，你把你万一烧坏了怎么办呢？烘烤呢，只是让木条受热。然后弯曲，弯曲，最后方便扎成木桶的样子。而且烘烤呢，是可以赋予这个木条独特的味道，像你在酒里喝到的那些烤面包、烤杏仁的味道，都是因为烘烤而成。明白了吧？什么叫明白了吧？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别在鲁班面前玩包子。喂，你别这样好吗？我这样怎么了？那是亲，那是爱，小两口谈恋爱。哎呀呀呀呀呀！到底怎么了？那你说一些什么意思嘛？把一乱七八糟的事丢给我，他自己走了，
他明知道我什么都不会，他就是要看我笑话。你这样抱怨不是办法，你应该发泄。还是你懂我。喂！我没让你在我身上发泄吧？谁让你倒霉呢？喂，你别对我发泄好吗？我对你发泄，对谁发泄？喂，着火了！着火了！还在这干嘛？怎么搞的？着火了，来不及了，已经。什么来不及？来不及个救啊！你给我松开！哟，喝上酒啦！蛋壳跑了，看来当木工也挺不容易的嘛。看我们家大叔脸都黑成什么样了。怎么样？有进展没？我对不起你。不，是我对不起你。这几天让你一直都这么辛苦。是我对不起你。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最坏也不过就是所有的酒都坏了。那我就像奶奶一样，浪迹天涯去。到时候你会来陪着我吗？不陪。我不陪你去，咱们这么好的酒庄，咱不能卖。我向你保证，我保证完成任务。家好，在这起事故面前，我们有充足的信心。非常感谢大家的欢迎。有财政实力，有专业。我想借此机会告诉大家，我疯死了。有那么多屁话，别拍了，没完了，再拍我砸你们。朱小姐，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滚！不用这么悲观吧？我认识一个很有名的律师，主攻经济的案件。这是他的名片。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相关的法律问题你可以问他。你是怎么知道我要去的？这属于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吧？看到漏油的报道之后，我就想到你马上要去。
你的性格就是这样，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会第一时间知难而上。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想管了。我今年才22岁，我不喜欢什么石油，什么能源。我也不喜欢这家公司。我本以为我已经摆脱了我爸爸给我设定的人生，但是没想到转了这么一大圈，我又回来了。现在我坐在这儿，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切。没办法，谁让你现在是一个肩上有责任的人呢？谢谢你帮我找人，不过不必了，我有一个更重要的忙需要你帮。什么吗？在我不在的这几天，拜托你帮我照顾他。这次我去肯定会很狼狈的，所以没办法带他了。嗯，好的，交给我吧。朱小姐，朱小姐，看到朱小姐没？你怎么没去发布会啊？我跑出来了。那你躲我这干嘛？搞砸了呗。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想一个人待一会儿。那对不起，打扰你一个人了。你就不能陪我待一会儿吗？是你说想一个人在这儿静一会儿，那好啊，你就一个人在这儿躲着，等到发布会结束了以后，应该也没有人会找到你。你们怎么都这样？我就不能不干了吗？我原以为我挺能扛的，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我什么都不行。今天在发布会上，所有人都等着笑我，知道那种感受吗？我觉得我没脸当继承人，也没脸再见大家。照我看，你是害怕了。你害怕别人看见你在害怕的样子，但是其实都没什么，因为谁不会害怕呢？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前面的困难，那还有谁会笑？
你说的倒容易，你给我勇气看看。好，我给你勇气。你会有办法的，如果你敢的话。放我出去！你个死人，你不放出去，我把你酿的酒全喝完。喝吧。都什么时间啊？继续联系。不知道蛋壳那边怎么样了？喂 ，Sarah。陈总，朱总不见了。什么？我们谁都联系不到了，现在发布会已经开始了，怎么办啊？加他，加他电脑。到底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这就是能源巨头的作风了，完全不考虑别人感受啊。他们也会这样处理这次泄漏事故的，门通都通关了。把远程视频给我切过来，我在这儿直接回答媒体的采访。那天，别敲了，想想你爸爸和一星对你的期待，想想你的懦弱给他们带来的伤害，想想你做生意时你爸对你说的话。朱小姐，请问您见习的是什么职位啊？继承人，他是我爸。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蛋壳，也是我的继承人。以后还做这样的事情吗？保证不，还要做，失败无所谓，但是你竟然能够承担起失败后的责任，这让我觉得你长大了。其实对爸爸来说，咱们都是一样重要的。我真的很在乎咱们这个家，咱们的公司，也决定准备好去面对他。但这可是我人生最谷底了。躲起来你都不怕，害怕面对你是害怕的，你害怕别人看见你在害怕的样子，其实都没什么，因为谁不会害怕，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前面的困难，那还有谁会笑你？我不能逃避，不能让一心一个人面对。一心，等着我。抱歉，让大家久等了。我公司副董事长朱丹珂小姐今天突然遭遇了健康问题，很遗憾无法到场。现在让我们连线我公司董事长陈艺兴小姐，今天由她来主持这场会议。陈小姐现在正在赶往事发地点的途中，时间有限，请大家抓紧时间提问，谢谢。大家好，我是陈艺兴，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现在可以开始提问了。下面请记者提问。您说，陈小姐，我们本以为 CEA 今天本着诚恳认真的态度，通过这次发布会，在全世界面前做出某种承诺。谁知道现在已经玩了整整两个小时，我敢肯定，现在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质疑 CEA 处理这起泄露事故的态度和诚意。您可否给我们大家，也给全社会一个合理的解释？谢谢。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也请您相信，这次小小的事故与我们公司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态度绝对没有关系。我们会尽一切最大的努力，给公众一个交代。陈小姐，我们大家都知道您和朱小姐是 CEA 前董事长的女儿，您二位在一星期以前刚刚接手公司。我想知道这件事故之后 CEA 的反应迟缓，态度模糊，是否与您继任引发的公司管理层混乱有关？您知道现在有很多类似的传言啊。这完全不是事实，我刚接任公司不久，这不假。但是自我接任以来，我就能看到公司从领导到基层的员工都在一心向着一个目标在努力。昨天的应急会议上，所有的公司股东都站在我们这一边，这一点在座的周董就可以证明，是吧周董？请问陈小姐，CEA到现在才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且主持新闻发布会的主要人物到现在都还没有到场，这是否在有意回避公众的质疑呢？我们也不会回避。我这次去就是要和当地的政府进行协商，由我们公司提供技术来处理被污染的海域。CEA 旗下拥有成熟的陈小姐。等一下，请问是谁把我照片发上去的？今天是正经的新闻发布会，不是什么八卦娱乐节目，所以那帮狗仔队什么的，你们可以先走了。朱小姐，您迟到这么长时间，一进场就要骂人。不过我不跟您计较这些，我想问，在发布会之前的前一小时您还宿醉未醒，想必您昨晚也是去逍遥了吧？这是不是说明您对这次发布会乃至这次泄露事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呢？对不起，我现在只回答海峡乐游事件的问题，关于我的私人生活，你可以单独约我去任何一间酒吧，不过前提是你得喝得过我。看你这样，不到二十分钟就倒了吧？所以，请你赶紧撤离，不要耽误这些朋友们的时间。在大家提问我之前，我首先说一声对不起。其实我昨天晚上的确在喝酒。但喝酒的目的不是因为不在乎这件事情，而是因为太在乎了，以至于害怕，害怕在你们面前出丑。其实两个小时之前我已经到这里来了，我只是不敢面对大家。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过这么多人，我也从来没有自己肩负过任何责任。我一直在害怕，害怕在你们面前出丑。可是后来我想清楚了，我既然来了，我为什么不去做呢？就像现在我站在这里，我会一直站下去，这就表示
今天无论我在这里丢多大的人，我都不会退缩，不会妥协，我会一直在这儿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直到这次新闻发布会结束。我是这样，我们公司也是这样，我们已经想清楚了，在这次漏油事故中我们绝不退缩。蛋壳，你真棒。上班时间不许看韩剧。我没看韩剧，是我在看蛋壳演讲的，你看多感人。你看看，你学学人家。给我点当老板的面子行吗？跟我说话。这个事交给你去办，一会儿给我啊。是老板。该洗外套一件，衬衫三件，购买牙膏、卫生纸、推健身卡。屎壳郎，你就让我干这个！耍我开心呢？没有，我是很严肃的。我们这份工作要求的是绝对的时间观念和办事效率。就你办这点事情都拖拖拉拉的，依我看真的很难胜任这份工作。你这张卡是不是不要了？嗯呢，去帮我退掉。他们都没人了，你让我找谁退去？哎，你自己耽误的时间你自己想办法，你问我有什么用啊？那这样呗，反正呢我的健身卡也已经到期了，不如你把这张卖给我喽，也算我完成一项任务。你要在这健身？对啊，怎么了？那送给你了。哇，不会有阴谋吧？哎呀，今天耽误你健身了吗？以后这样的事情还多着呢，这就算赔给你的了。哦对，今天就可以用。你开玩笑呢，人都走光了，你让我跟谁用去？安排一下，我和这位小姐现在要健身。好的，现在就安排。什么情况？这家健身房是我名下的。把它想成地鼠，你得想成你的问题。你把它想成你公司的问题，想成你生活中的问题，想成你家里的问题，想成那个人。啊，知道了。我都不敢看。哎，好，今天就到这儿吧。走。
我等着呢。你加快点速度行吗？我这还有你明天的任务清单呢。哎呦 ，Maria and Mary 的短裙还有外套哎，送给你朋友。明天11点到办公室交差。你女朋友可真不瘦呢，切，你也就配个些胖妹好，累死我了。我建议公司利用旗下的环保板块来进行善后处理工作。经过这次污染，我希望公司进行一次大的改革，把发展重心从之前的传统能源领域转向环保清洁的能源方面。疫情啊，你知道这几天公司表面上好像正常运转了，但是我们面对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这次事故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太大了，除了霞湾项目外，你父亲生前的几个投资，大的投资都全部失败。这次危机与其说是一场意外，不如说是公司重重困难的一个导火索。现在炸药已经引燃，我们能做的只有舍弃。那请大家呢看一下我的提案，现在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收缩阵地，保存实力。经过这次漏油事故，我们所有的能源项目都会被受到调查，很快我们赖以生存的运营资金会一笔一笔的被冻结。照这样下去，各位和公司会被一起拖垮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不希望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我们只能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在2个月内逐步拆分出售 CEA 全部能源产业。周董，你在说什么呀？你这是要卖公司啊。一心啊，我一直把你当作子女看待，公司陷入这么大的危机，你也跟着一起搅了进来，我知道你志不在此。虽然你想为公司尽一份力，但是你没有必要在这里消耗自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这里有周叔叔，我会把事情处理好。好，我们现在举手表决。我反对这提案，我不同意。我也反对。反对无效，5票通过，2票反对，表决通过。凭什么？我们是董事长，我们有否则权。你已经不是了。什么意思啊，周董？哎，坐。这样啊，就是昨天你俩不在的时候，我们大家开了一个会。鉴于目前的复杂形势，以你的能力和阅历，已经不胜任董事长一职，做回你们的大股东。我相信你们的权利和义务会和其他股东一样，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罢免陈一新董事长，提议周正为董事长，请表决。通过。这些收藏放在家里也没用，还不如卖掉呢。你要卖东西对吗？咱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如果赶得及的话，可以趁他们在把公司股票炒高之前再把公司买回来。我说你能不能不干啥事儿啊？我还托了郭艾伦帮咱们办贷款，咱们不能放着公司不管呀。这家里面有我的一半，你没有权做这个决定。蛋壳，你帮帮忙好不好？
这些东西以后还会有，可是机会没了，可就永远都没有了。好，你的那半可以卖，但是我的那半你不准动。你是孤单一个人，我还有我妈和我弟。如果你要敢动我的东西，别怪我卖了我的股份。